深水平则讲翻只新嘢，呢、這、一个咧就系沙窝嘅孩之宝啦 ，Black Series 嘅 Black Patch 另外一个角色啦。OK， 好啦，呢、這个就系 Attack 啦，就系嗰五虎将咯，叫五虎将咧，好老土啊。嗰其中另外一个啦，咁其实而家咧有 Wrecker 啦，有 Hunter 啦，有埋 Corsair 啦。咁啊，呢幾隻早期兩頭兩隻 Hunter 同埋 Cross 一齊出嘅差唔多。咁啊 ，Wrecker 獨立出，因為佢係大隻版本啦，即係貴啲嘅。咁呢只第四隻啦。咁啊，等緊第五隻 Echo。哇 ，Echo 嗰個點解咁耐呢？我完全我有估多一個原因啦。頭盔就好開心就甩咗出嚟啦，槍力都快快掹埋佢。好，廢話少講。咁啊嗰隻咧，因為係個又係生產成本問題，因為嗰隻咧，如果要出限量版咧。咁就覺得抵啲，因為即係個個做到嘢啊！而呢一個咧，其實佢呢個正嘅地方 ，Backpatch 五個都有背囊嘅，而五個背囊係唔同嘅。嗱，呢啲聲出咗嚟之後 ，bang 一聲，咁咧我睇到阿 Tech 其實同阿 Corsair 個樣有啲似，佢一個似一個，可能佢即係講個 gene， 可能有古仔有講，即係一個老年人，好似個老年人，即係你發覺原本嗰個 Jungle Fat 個基因出嚟嗰個樣咧比較方面啲嘅，呢、這個面都係尖啲嘅。其實連阿 Hunter 都係嘅，其實我覺得佢。佢啲祖人咧個樣係似同一個阿爸咁樣嘅，但就唔似傳統嘅 clone 嘅。咁另外背囊，哇！呢個幾靚嘅背囊，但係咧同樣嘅情況又發生了。其實佢可以考慮咧，嗱你再出一次 deluxe， 我覺得就又俾人嚼啦孩之寶。但係咧，其實可以出掉 deluxe 之後，就根本就 set 個 price 高啲。咁當然佢考慮到可能即係我貴咗$5咧，可能嘣一聲跌咗好多銷量，可能係呢個原因。咁呢個又俾咗個全新嘅 restrap 嘅獨立嘅獨特嘅背囊俾大家，非常正，係咪？有曬雕刻，佢都盡咗能力上咗啲色噶啦，就好過 Corsair 咧，就全個灰色，佢係淺灰色。咁同埋有兩個 pass 嘅。咁開心嘅地方咧，就係佢本身就裝咗兩支好幼嘅棍仔上去。咁呢個其實亦都有違背咗佢哋傳統嘅四歲加嗰、那個四歲加嗰樣嘢，即係佢唔尖到吉親，佢攣嘅一定會斷嘅會，即係唔會吉親小朋友啦。但係咧，你話篤眼仔都會篤到嘅喎、啊，所以其實即係玩玩具咧，有時唔係睇嗰個安全標準，睇自己個小朋友啦，同埋睇自己點樣同佢溝通啦。咁如果叻嘅話咧，或者乖嘅，其實佢都唔會塞落頭口嘅。但係如果你曳嘅話咧，可能廿歲都塞個口都唔出奇嘅。點解咧？我知咧，因為我做咁做，我唔係真係考，好似做啲傻嘢。咁咧呢個其實好多配件嘅，呢度已經爆曬燈㗎啦。因為阿 Tech 咧，佢好多配件噶嘛，其實佢呢度咧又掉咗呢個，原來幾得意喎！我真係第一次見佢啲配件，原來咧竟然唔係入落個級數，係已經預先裝咗落去。即係呢只有嘢講嘅真係，哇！唔止一件、兩件、三件，雖然咧係好簡單一支嘢，即係你覺得莫名其妙都要點做，但係戲入邊當然佢會解釋呢支係咩嚟㗎啦，係用風批，呢個可能係鉗啊、士巴，呢個可能係燈係喺個電筒或者係唔知某啲螺絲批咁咧。但是他很開心的就是呢我真的未見過的。好有個 pass 竟然已經預先裝了個公仔。所以他排在第三陣先出都有原因，就是因為其實在生產上這個絕對就已經貴了很多成本的了。上色那些不講了已經是有了。另外就是整個 re-scrub 過沒有一隻是一樣的，到盔甲個個不同的。即是全新的雕刻啦，上色啦，那麼漂亮的背囊啦，我都怕我捏鬼。捏爛咗佢，咁所以咧，哇安埋上去真係 very good 嘅，即係我係讚噶，冇得講啊！因為玩開啲即係唔係呢種性價比嘅玩具咧，咁我覺得就非常之抵嘅。哇！即係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就真係喺呢幾年先突飛猛進嘅生產技術啦，或者啲叫做民間嘅科技，佢自己上升咗，於是就令到佢個生產科技咧就上升。而不需要大幅增加的價格，咁變咗咧就多人買。咁亦都其實呢樣嘅發展咧，係令到咧原本某啲領先緊嘅牌子咧，例如佢可能貴啲，但係靚好多。但係呢刻咧嗰個距離係拉近咗嘅。咁你知道咁樣牌子，因為有 Star Wars 嘅公司又唔知道孩之寶嘅。咁拉近咗嘅話咧，就變咗係有一個好大競爭喺度咁啊，當然係良性啦。咁啊，當然你話如果佢大比例嗰啲又冇乜競爭空間嘅，即係唔係冇啦即係唔係嗰個質量上嘅競爭，可能係純粹係一個選擇上嘅競爭。即係話我究竟買大定係買細咧，就唔係話價格。但係有啲你發覺六七寸嘅 size 嘅 Star Wars 系列咧，其實有幾間公司都有出嘅，起碼都三間
咁變咗咧就會有咗競爭啦。哦，呢度 Albert 話佢話如果裝咗先咧，會減低咗嗰個嘅 packing cost 同 packing design cost， 呢個係肯定啊，多謝你。咁但係佢要裝落去都係另一個 labor cost 係咪？因為佢裝落去可能裝爛，同埋佢要考慮就係會飛咗出嚟。咁我而家見到佢咧，佢係肯定做咗一樣嘢，就係佢係緊扣嘅，即係話其實佢係唔會鬆脱嘅，即係做細咗嗰個窿窿啦。咁但係你又事實上你又見到佢騰咗出嚟，咁呢度我都唔轉得去騰啦。其實都幾肯定騰咗出來。因為很清晰它是 兩件 pass 做賣的，我覺得就這個 tag 又有一點驚喜了。這個頭盔呢複雜很多的，唯一呢省了皮的呢不用說我怎樣看通它呢，就因為呢你看到的頭盔呢其實它不是通窿的，也不是透明的，換句話呢其實這裡呢這個是上色的而已。我記得呢在劇裡面呢這個是看到它的眼睛的，又或者可能帶給你的產品呢其實看到它的眼睛，這個就沒有，用金色去處理了。當然這個罩我知道可以帶下來啦，所以這裡的設計這樣做法呢其實是令到個形態就沒那麼型仔的。當然露眼出來型不型仔呢都不是型的，就是像四眼仔咯。它加這個也有原因，就是令到整個即型仔一點型格一點。當然設計沒得彈你讚的，你喜歡就喜歡的了。這個做得是起碼都有獨立頭盔先啦，是不是，是有點像四眼哥哥好像我們這樣，四眼哥哥這樣戴著 headphone 這樣。咁唔使講，戴埋頭盔係絕對冇問題嘅。我相信呢個頭盔咧個比例更加靚，即係唔大啊。咁啊又要留意翻啦，玩呢個六寸呢頭盔咧，記住個下巴唔好突出嚟咯。佢係做得好問噶，其實你係可以做到佢唔突出嚟。呢個做錯咗要自己再改，我諗係唔同嘅劇情係嘛？咁啊，其實好多都可以改善空間嘅。頭先都講過生產成本問題啦。咁但係即係。佢就冇咁戰鬥格噶啦，但你喺個成套裝備咧，即係你係講係咪 Star War 咧？你真係第一眼你覺得，咦係咪 Star War 咧？呢度冇透明嘅呢一隻，但係我見過有產品係透明，同埋我見過啲劇照係睇到個人眼嘅，咁所以呢個我唔確定啦，咁大家再互相討論一下。非常正啊！咁呢個就冇錯，成本問題其實應該上多啲色噶嘛。做啲戰損咪靚曬，個背囊理論上冇理由冇戰損啦，擋好多子彈噶嘛，一衝落地挨低，哇刮花曬啦，係嘛？咁啊係啊，外國係好多人改嘢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玩法嚟嘅，係嚟緊流行嘅法。所以點解玩翻咧？除咗我發神經之外咧，當然又係講嘅啫，即係最主要就我睇到佢個技術嘅進步啦，性價比高咗喎，好好玩喎，同埋出得好似比例好靚。可動性又好，咁我覺得非常抵玩，於是我咪買咯。同埋我睇到個潛力就係呢個系列咧，值得我去投資時間去做開箱片，同埋去做分析，甚至我自己各買關子，可能自己做啲改裝嘢。咁大家希望做到啦，有時間做啦，係咪？即係講咁耐，呢啲都未見過 Brian 啲功夫。其實有好多地方見過噶啦，不過第日遲先同大家分享啦。有啲嘢。不是要講的嘛，做了也不是每天堆出來。好了，哇型啊型啊，旁邊入了箱那個邊個就是 Hunter 咯。那我會開出來看，等齊五兄弟齊曬啦，等埋 Echo 出，因為 Echo 會更複雜，因為他右手是機械手。還有呢 Echo 那個頭盔啦，還有那些武器好像更正的，即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玩得暢快。冇錯，係啊，呢個係玩暢快，因為 HF 係容易啲爛嘅。但係當然最近都有朋友分析過咧，個 Mathfast 又好啦，HF 都有佢嘅優點喺度嘅。不過以往嘅優點頭雕優點咧，而家俾呢個柴之寶呢個頭雕嘅進步，唔單止係雕刻甚至上色咧，係真係拉近咗好大距離。咁呢個就真係一個原本係一個好好嘅優點咧，已經咧就追近咗。咁當然佢哋嘅裝備配件一定多好多，即係就係講嘅嘢咧。Hasbro 嘅 Black Series 係永遠都係一對手噶，好好笑㗎。連 Marvel Legend 都有幾對手，點解佢冇咧？咁呢個絕對唔係安全問題嚟嘅，因為 Marvel Legend 個年紀係仲細㗎，但係有多手喎，所以你唔係唔知點解㗎。咁當然咧，有人話 Marvel Legend 嘅銷量可能高過 Star War， 我都好難講，即係睇一隻隻嘅啫。咁呢十年係 Marvel Legend 係超勁嘅。咁但係 Star War 咧，其實靜靜地，我同大家講，靜靜地起咗革命啦。好，呢只就係 Star War Black Series 嘅 Backpatch 入邊嘅 Tag。嗱 ，DC 嗰陣有朋友講過咧，係因為個
公司的一個哲學或者一個的道德邏輯，他說就所以不要有槍。咁聽聞好似話 Batman 都冇槍嘛，嗰啲槍係嗰啲射嗰啲飛鏢嚟嘅啫嘛，即係爬山嗰啲飛鏢。我唔知道啊，但係我哋啱啱上個禮拜開咗一套 King Shark， 即係其實 Suicide Squad 裏面咧，就真係嗰個主角黑人咧，其實咧一支槍都冇，而換咗兩把劍俾佢。嗰兩把劍我哋都唔係好覺佢揸過嘅，嚇，咁全身啲槍又冇曬。我初初諗就係咪成本問題咧？呢個其一啦，後屘原來就係講 DC 嗰個理念問題，咁啊唔知點解，希望佢哋會有所改變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佢咁做呢、這個你都冇辦法㗎啦，一個個授權喺佢嗰度，咁佢咁樣嘅選擇，咁咪大家消費者亦都有佢選擇嘅，係啦。咁所以個個都係揸武器多嚇，咁啊冇槍係啦，呢、這個好有趣。但係咁啊呢個哇呢、這個好正啊，即係佢配合條腰咧，即係呢種我叫做生果皮色嘅腰關節咧，一個波裝就夠㗎啦，唔使搞其他嘢嘅。即係有時有啲公司有啲產品會唔係公司，有啲產品佢會用好多個關節，冇錯，絕對欣賞同讚賞，俾個 like， 但係就工程費用巨大咗啦，容易折損啦，咁啊咁啊即係睇需要咯。咁呢個我都話我玩得尾係咧，就其實我係外形向嘅，即係外形行先嘅嚇，咁啊。理論行先啦，即係寫實行先啦。咁所以啲寫實有外形行先嘅產品我中意嘅。咁又係咧，就通常係個可動關節係做到好完美啦。咁呢個係甚至我真係拜服嘅佢哋啲設計師嗰啲工程係，簡直係令人係即係好陰勁陰勁嘅嚇。咁但係咧就我因為我唔係要咁多關節啊嘛，即係有時有試過有啲牌子係日本公司啊，連個披風啊嗰個袍係原本係軟嘅，佢可以係分咗好多個件啦，好多個關節，真係做得係美輪美奐我咁講。但係原來咧有啲人咧可以用一塊真實嘅部件加條鐵線都可以做到同樣效果喎，咁就真係呢個冇辦法啦。咁當然有啲設定佢係硬刮刮嘅專登嘅，咁呢個我就覺得無可否認佢係需要咁做。但如果你係描述一啲真實嘅風格，如果佢真係喺戲入面或者喺個劇入面生活裏面一比一嘅係一個部件咧，咁你將佢變成膠件，但係做無數個關節咧，咦呢、這個我覺得，咦係咪真係辛苦咗自己又做唔到好效果咧？咁呢個值得大家商榷嘅。這個小弟嘅預見咧，因為又從尋日講一次，我係有參與生產玩具好多年㗎啦。好，這個非常之正。好啦，咁啊，你想見佢四兄弟全部能夠赤裸裸咁樣即係冇喺個樽度咧，咁要等等啦，等埋第五個兄弟阿 Echo 咧走埋出嚟先。咁呢度有趣嘅就係佢由於佢太多配件咧，竟然佢呢把槍咧 ，sorry， 唯一嘅武器佢係要用手揸住嘅，佢係冇袋載嘅。我冇睇多次先，都係噶啦。咁啊，其實可以諗下嘅。OK， 好，其實砌起幾靚嘅，即係我要讚一讚佢哋嗰個彈性啊，設計彈性或者佢哋高層嗰、那個接受嗰個闊度咧係大咗好多嘅，即係有啲係破曬格嘅，即係你有冇諗過呢一個係成係一個 trooper 嚟噶？冇噶嘛，咁我哋繼續等埋第五兄弟出埋咧，甚至嗰、那個反派嘅 cross 出埋咧，一次過六壯士擺曬喺度同大家分曉分曉，好啦。